请收看《我爱钟无艳》。今天是祝有十全九美之身的骑士倪涵想开启轩27岁的人生日 party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带你去参加他的派对。挖造人就属你最成功了。你想说的是你挖吧？幸好你今天还是来了，要不然我写这些话就白费。大字大条了，这些天然的燃料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灌入河里，这鱼群受不了激烈的变化，通通死了。动力寻，全部都是错别字。爸，哎，这边有地址跟电话哎。乡长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。我一定替所有的乡民讨回公道。不会吧？不是啊，小姐，我马上过去处理。如果你没有良心的话，就请你们不要再推卸责任了，好不好？看，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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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看。皇朝集团是这三年崛起最快的购物集团。今天的董事会将选出一位下一任总经理的人选。哇！鬼啊，怎么会？哎，你谁啊？你谁啊？你，我不记得我有认识那么丑的女生，你不要再过来喽。骑士新任总经理，我推荐我的儿子齐轩。那些天灯，该不会是你放的吧？不是我啊，总之不关我的事啊。情报局的情报。好特别的出场方式啊，不愧是年轻又有活力的新任总经理候补。齐轩，不如我们耍些手段来逼退他，只要逼他上梁山，他也不得不从。梁山在哪？会不会太远？阳明山行不行？今日特意专门造访，替我儿子提亲。我要的媳妇是你。我，你钟无艳。虽然我相貌不佳，但是我还是跟一般的女生一样。我还是希望最后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互相喜爱的人。我真的需要有个像你这样聪明而且能包容他的女孩在他身边协助他，毕竟我是不可能陪伴他一辈子的。女儿，就远远欣赏一个人呢是一回事，齐轩不适合你。嘴边怎么会有鸭毛？在我哪有？没有啊，哪有鸭毛？没错，我是很丑，可是你人很好。台视7月25号晚上10点，钟无艳。